3月11号， 贾乃亮现身北京机场，十分清爽帅气。照片中，一身黑衣，戴着黑色口罩和墨镜，包裹十分严实。路上遇见记者在拍照，还主动挥手打招呼，看起来心情十分好呢。 最近芒果 TV 自制综艺《哈哈农夫》热播，梁哥在节目中的表现也受到网友们的广泛关注。而在参加《甜蜜的任务》节目访谈时，梁哥也暖心的表示：“这束花看起来很简单，但是也是寓意着我们的生活，还有我们的事业都能够欣欣向荣，像向日葵一样，每天迎接我们的太阳，好吧？好，这朵花呢，也像你们的心灵一样，永远纯净，永远善良。” 芒果拉新闻，梁哥真是帅气又善良呢，报道。